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这个周末，晶晶想要带着莱拉去参加宴会，所以我准备了四套礼服，你们快看，有蓝色的裙子，绿色的，红色格子，还有一套白雪公主的小礼服。可是我好纠结呀，我根本不知道莱拉最适合穿哪一套，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 OK， 好的，那让莱拉试穿一下这些小裙子吧。好了，莱拉你坐下，你先来看一看这四套衣服到底哪一套你最喜欢好吗？你喜欢这一套吗？不喜欢啊。那你喜欢这一套吗？也不喜欢啊。那看看这一套，还是不喜欢啊。那你快过来过来，我问一问你，莱拉，那你喜欢什么？难道喜欢这一套？你这样可是不行的哟。四套衣服晶晶姐姐已经帮你选了很久了，你今天要试穿一套，我们一起去宴会好吗？你来挑一挑吧，这四套到底喜欢哪一套呢？哦，原来是喜欢绿色的这一套，那妈妈先来帮你试穿这一套好不好呀？好啦，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这一套衣服已经试穿好了，来看看它的细节吧。哒哒噜，我们这个小裙子呢已经试穿好了，你看它背面呢是一个绿色的小衬衫，下面还有一个小裙子，蓬蓬的，对，在这。好了，坐。那这一套，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打分会给几分呢？剩下还有三套衣服，我们也来试穿一下吧。这里上面呢有一个白色的小镂空的小围裙，然后呢在上面衣服你们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太阳的花花，整体是一个红白格子的衣服，你喜欢吗？喜不喜欢呀？转一圈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好了，来来过来。好，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套衣服吧，转，再转，过来转，好了，坐，好，很棒，这套衣服看来莱拉有一点点喜欢，她站上去很开心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莱拉自己去选了这套蓝色的衣服，看来他是想试蓝色的这套啦。好了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帮你挑一挑蓝色的这套礼服，好吗，莱拉？穿好了，你们快看，前面呢是一个系扣子的小衣服，两边有像公主一样的泡泡领，背后转过来有两个红色的蝴蝶结。哇，下面裙子上是两层哦，一层是薄纱，还有一层是蓝白色的格子。转，再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很棒，坐，太棒了，嘿嘿，这套怎么样呢，朋友们？蓝色、白色、红色，纱裙，有公主的泡泡袖，莱拉你喜欢吗？那晶晶姐姐就给你换上最后一套衣服，来啦，握手。哎，对了，真棒，最后一套衣服啦，这套白雪公主的，希望你喜欢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这套衣服呢，莱拉上身是这样子的，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，再请转。好喽，坐，很棒啦，这
套怎么样，朋友们？这一套我很喜欢，希望周末去宴会的时候可以带着来啦，穿着白雪公主的小裙子，哈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你们如果喜欢莱拉穿这套衣服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